提醒您本期看点：震惊最强挑战赛，女主持是唯一评审。今天路演我们都没有告诉他们三个。男主持啊，颜值有待改进，想增加一点新鲜的血液进来。对对对，自画像大公开，他们竟是这样的偶像。有人画你，年近半百依然童真的面庞。耳蜗上面写着两个字，帅。太不明显了，帅的。帆哥，你为啥画个鹰呀？帆哥还有鹰写过一首歌，你们没听过吗？什么歌？是什么？鹰。鹰。约会私服初亮相。哇！却遭评委连连吐槽。我的天哪！我这是刘昊然同款。长得不一样，长得不一样，很像的。对时尚的理解，我觉得都在我身上了。海涛他特别有时尚的敏感度，经常就是有点心有余力不足。威胁你造吗？究竟谁让幸运眷顾？超想。如果我中了，我咋识相？咋识相？识相？如果是我们中了，就算我们整局输。我太懂他们俩的胃口。到底何老师知不知道我们两个胃口呢？三，你要改吗？不改。好，不改。好。滑溜溜大比拼，不料他们状况百出。韩刚一个人钳制住了两位，现在围观有机会。哎呀，你是个软妹子呀，江潮。江潮，你倒是站起来呀！现在继续。出发。中国，湖南长沙，快乐大本营。最激烈排位战，究竟谁是王子，谁是青蛙，请拭目以待。首轮排位由八位男嘉宾的自画像决定，现场200名观众按照个人喜好程度完成了投票，按得票多少，前四名将率先进入王子队，后四名则暂时屈居青蛙队。首轮观众投票，究竟谁才是王子？马上为您揭晓。掌声有请今晚的主持人谢娜吴昕。身上是不是就这种高级纱，一看就是花了钱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路演我们都没有告诉他们三个。是的，所以用了应该是5个人的服装钱做了2套。他们三个以为明天路演来，今天晚上会到，来带你飞。其实呢，主要原因呢，我们大本营收到一些信。怎么了？就是觉得我们大本营的就是男主持啊，颜值不太乐观，有待改进。你觉得我们大本营三个男主持哪一个比较拖后腿？我觉得吧，其实看时间长了吧都还行，但是吧就是说看习惯了。但是吧，如果你要说节目组给我们这个机会选点新人来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所以今天会选一些新人，因为新人有2个队。嗯，有一个王子队，一个青蛙队。先请出王子队的四位，一起来看。掌声欢迎四位。我在挥手啊，对不起，他们现在
看，因为不能挥手，是因为就是不能暴露他们穿的什么。嗯，何老师，你们好啊，你接到录节目通知了？接到了。我们以为你没来了嘞。我刚才听到有女主持人在嫌弃男主持人的颜值啊。没有，最帅的。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颜值一直都是靠观众在撑吗？节目效果。何老师，哎，刚才我专门那个就是没有说那个冠名商。欢迎各位来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啊。今天很意外，因为说实话，今天这个画自画像的这个要求，我接到的时候我就想说，哇，我人生高潮来了，因为我非常会画画。这画得很好啊，这不是我的水平。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是第一名，是八个人出来第一名。真的假的？各位观众，你们懂我。哎，为什么这样画呢？没有，因为我其实他们说到自画像，然后我又没时间去那个好好的酝酿的时候，我就想说真诚以待。所以呢，这个自画像呢，我就突出了我的几大特点。第一，招风耳。真的是。第二，大眼睛。第三，毫无添加剂，天生笔挺的鼻梁。第四，年近半百依然童真的面庞。我想就是这种亲切的感觉征服了观众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各位跪下了。不用这么严重，不用这么事大了，事大了。谢谢大家给我投票，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武大郎。何老师得了第一名，异常的兴奋。嘉哥一直在这儿喊，让我快把他放出来，休想。我们看第二名，欢迎江潮。首先我们祝贺江潮发表了个人的这个单曲啊，过分亲密，好好听。欢迎江潮。江潮，你可以说一下你这个自画像的意义吗？这个小狗呢是，对，叫臭臭。你的狗狗是不是？是我的狗狗。然后自从养了它之后呢，我就变得非常的向上、阳光、开心。对，你因为狗变得向上、阳光、开心。可以，因为是伙伴陪伴嘛。这样子是吧？对对。你的画五张为什么有着一种那个卡通的感觉？中学英文课本里面的插画的感觉。白客，这是第三名吗？对，白客。画的好好啊你。我觉得有一个漫画的那个人物应该打个画。对，为什么是路飞？没有，我这个画也是展现我几个特点吧。就第一是长期在二次元混迹，然后我的左眼是足球，是我的爱好。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的耳蜗，耳蜗上面写着两个字，帅。对，哪里有帅字？耳蜗，耳朵太不明显了，帅的。不，我是那个意思。这样啊，下次应该写在脸上。我想问一下你，为什么你斜的位置是用写的斜，没有画的斜？不会画，真的不会画。斜怎么画？你看一下人家的一个斜，我画多好，两个圆圈就是了。我不喜欢那样的斜，那样的斜太简单。你可以自己不画，但不要攻击别人。接下来是一位新朋友，我们欢迎杨旭文。欢迎。画的是他演的角色。先跟快乐大本营观众打招呼。快乐大本营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杨旭文，第一次来这儿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欢迎。你画着画吗？干嘛把嘉哥也画上？嘉哥有人画你。这是画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对不对？是我演过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呢，也是我做事的风格，就是见到一件事或一个心动的女生，我可能会快、准、狠，一箭直线过去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那个青蛙队的，他们会不会自己有一点压力啊？就是哪个男生都想当王子啊？哎呀，算了，有一个应该是很习惯，其他的我不知道是这样的。我都为其中几个抱不平哎。其实画的都还不错了。是真的。我问其中两个，我说你们来是没谈好吗？我们先请出青蛙队的四位本尊，欢迎我们青蛙队的四位。欢迎。采访一下我，为
什么？嘉哥，你画自己？你画的好好，维嘉，你这个。这个是个老虎吗？没错吧？什么老虎？这是老虎，不是腊肠狗。这就是我现在的那个状况，单身。哦，汪。单身汪嘛，单身狗的单身汪的意思。谢谢，给我们套一下，好辛苦呀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有个笑话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跟韩庚，我们俩在底下聊天，然后韩庚就说：“哪个是你画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要保密。”我说：“但是我知道哪个是维嘉画的。”韩庚说：“哪个是维嘉画的？”我就指着这一幅说：“我说，你看维嘉画了个雕，就是他自己。”韩庚说：“那是我画的鹰。”韩庚还有他心中的这个喜欢的动物鹰，写过一首歌，你们没听过吗？什么歌？是什么？International 哎，我要你提出这个以后，韩庚自己都怔住了。所以的意思就是韩庚是第六名的意思是吗？对。哦。庚庚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个电视剧要上？有三部电影，一部电视剧。哇。三部电影呢，一个是叫寻找罗曼，还有一个叫解码者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大侦探霍桑，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失忆之城。哇，了不得了。对，然后上个月呢也准备参加 ChinaJT 去进行做一个职业赛车手。哇，了不得了。海涛，这边介绍完以后你接下来怎么介绍作品？海涛，你的耐心呢？海涛，你为什么画了一个，这是女生吗？是这样的啊，你们都知道我心底里是住着一个姑娘的。我知道你住着一个。所以说自画像，我就是我确定是个姑娘，不是个女鬼吗？你内心中你要是一个女生的话，你应该是那种尖下壳是吗？我其实是画的。他每次谁惹的他，拿这个扎死谁。硬着你们接受。其实这张是模仿我之前，你知道我之前是有一次那个扮演杜鹃花的时候就特别美，然后。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你自己居然把这张照片用滤镜美颜，什么鬼？不是不是，这是爱我的肠粉们做的。最近有什么作品啊？最近啊，快乐大本营。好夯的作品，好作品，好作品，这作品弄一辈子都行。可以，人做一辈子做一件事做好就行了。这个这几十年都干这事。哎，最近健身房要开了啊！对对对，海涛健身房。产业，这两女主持好八卦。其实我觉得海乔这个不至于得第八名。我是最后一名吗？这画的好哎。对呀。哎，我觉得绝对是黑幕，就算是我画的不是最好，我总比海涛那好。大家挨在一起，大家比一下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卡通漫画的还可以啊。我刚画完脑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肯定赢了。你赢在哪里？这个脑袋？就是头发的纹路啊，就是很有那个造型感。比一比头发的纹路，我就差什么？差在哪儿了？你看你俩的脸型，你看人家这橘子脸。对啊。您看您这方的，海涛画的有点像你，你画的有点。所以说我们俩不管怎么样都是比心比的。今天我们这个四位这个青蛙队的朋友不要灰心丧气，因为接下来就是一个翻盘的机会了。根据观众投票结果，现场分为王子队和青蛙队，接下来进行的约会私服排位战，青蛙队从第五名开始依次向王子队发起挑战。我选何老师吧。哇！由评委投票选出更心仪的约会服饰，若青蛙队成员获得票数更多则可交换位置。究竟谁的约会服饰更吸引眼球呢？一起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王子队和青蛙队已经就坐了，这个坐的那个凳子要我也是不舒服的。但是青蛙队的朋友们请注意，不是坐在墩子上，是蹲在墩子上。请四位朋友调整一下自己的体态。太残忍了，这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怪不得王子队有几位说这是他们新的作品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非常厉害的公正厉害的评委。首先第一位，有请我们湖南卫视的知名服装师花花。花花花花花花。第二位，有请我们湖南卫视知名化妆师关红。关红，关老师。关红。第三位，著名
时尚品牌推手 Candy Lee。 哦 Candy Candy Candy。 好，接下来要就是开始挑选对手了。首先我们从第五名的嘉哥开始，你要选一个去单挑他。我们要比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衣服是不是？衣服，然后每个人的身上要有铁环的元素。铁环啊，对，适合约会。我身上也有铁环。星星身上也好闪。我也有，对，我也有，而且我们俩的衣服都可以去约会，对，大家都是。哦，这里两个。六号朋友，麻烦您注意一下您的体态。这腿都麻了，是吧？这个青蛙腿有点长的。您还是要坚持一下。对，这只青蛙站起来了。一只青蛙，一条腿。青蛙在哪儿呢？来，嘉哥。你觉得选谁你会拼命要他？杨旭伟一直别过头不看你。嘉哥，你要选谁？我选白客。对对，慎重考虑一下，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嘉哥，你有信心换跟他的位置换掉吗？非常有信心，因为场上都是我的人。你是不？你是没有信心？评委那边都是我的人。你是不相信他自己的搭配吗？以他前几次来大本营，前两部作品来大本营，你觉得他的搭配怎么样？又白又客。如果今天你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人选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他们敢。加油加油，就让我们拉开 PK 大战的序幕，好吧？好好好，期待期待。三二一走。哇元素都有，哎，我想元素都有。这两根绳的设计理念，这是老一辈的传统思想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确实好受欢迎，刚好我们看到了有那个铁环，铁环元素，然后约会，铁环，对，这边也掉了两个。如果秒变狗的话，还可以拉着，这里也可以，好理解啊。那约会的理念体现在哪？就约会的理念就是。因为我觉得约会要重视一点，就是还是要穿男生还是要穿衬衫，然后呢就显得不是那么的随意，但是呢又不能太过正式，就不能像穿何老师那种尖头皮鞋啊，就是他又觉得距离就远了。怎么何老师还没有出来就被攻击了？你倒是有本事再单挑我呀。不不不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又又正式又平和一点，但是又显得尊重对方。我觉得嘉哥就是整个搭配是很棒的，对，但是就是乱中有序。听听大家的掌声给我们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白客，三二看能不能逆袭成功呢，嘉哥。有一个直观的感受，两个字儿，落魄。你的铁环在哪儿？我的铁环厉害了，我铁环是讲究内涵。更快更强。你为什么穿这身啊？你能说一下你的约会理念？对啊，就是可能是就是我在大学没有谈过恋爱，这个我已经29岁了，还没谈过。没有，就是想找回那种校园恋情的感觉，所以我穿的这个纯爱一些，你看那个就很社会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投票吗？投票，对。一人一个花环，喜欢谁就送给谁。他刚才居然说我攻击我，说我穿得很社会，就跟我比相对来说嘛。真的是，我看你那双袜子半长不长的。不，这是最青春的地方呀。很扎眼。花花呀，投票了，花花。评委都上来了，你们尊重一点。来，花花。耶，花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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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知道投谁对不对？等一下。花花。叛变，花花叛变，来，接下来。白客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加分才艺？你要越战越勇。我没有。你没有。我有什么加分才艺？
我的加分才艺就是花比较多。完了，太心酸了。他说他没有才艺，又得了一票。连 PK 都不给。关宏。耶！哇，我想请花花和 Candy 一人说一句话，为什么你们会支持白客呀？花花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第一次约会如果碰到嘉哥，我的有点尴尬，然后我就会觉得白客的话，我会觉得他会很好玩。所以你也是喜欢校园恋情的？不是，他长得不像校园恋情，长得很社会，对吧？没有，专门告诉我这是刘昊然同款。刘昊然长得不一样，很像的。对 ，Candy， 你为什么选白客没有选维嘉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环保精神。哦，这样啊。第一，复古本身就是环保的；另外一个就是他身上那个铁环也没有其他的元素，就是听出来了，环保精神。Candy 这一票是慈善票，送给了环保。好，娜娜和吴昕投票。对，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两票。我知道你们不会投给我的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欣欣这样。我觉得那个我们两个吧，就是不好投。提醒您稍后看点，约会私服来袭，魅力难挡。好帅啊！哇，那我觉得男人重要是看细节，男人的味道都来自袜子。其实我也有味道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哇哇，特别像要去搓澡。哎，咱搓澡去搓澡。现在继续，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我知道你们不会投给我的。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谁先快就谁先投。塞过去的。为啥呢？我觉得为了那什么嘛，就是那个大一米贤。哦，避嫌，是大一米。时间想不起来了。为了避嫌，你遭受了黑幕，嘉哥。难怪台上五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，都为了避嫌。对，所以投给了白客。以后从今以后可能就不再是好朋友了。没有，至少避嫌这个理由总比你品味差，好吧？这个白客守住了王子的地位，维嘉踢馆失败。哎呀，没有想到。接下来第六名，庚哥。我选何老师吧。哇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知道你们五个会避嫌。他很难挑战的。我喜欢挑战。你喜欢挑战？啊。希望你今天这只银鹰能够飞起来，成为精英男神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韩庚的约会时装理念，3、2、1。哇！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漏了。看到了，你先转过去。等一下，说的。不要慌了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对手太强了，压力好大。好，来吧。好，3、2、1。哇！哇！采访一下，就是每人的这个时装理念。我觉得要去约会的话，一定要清爽，给别人有一个舒服的感觉，不能说这么这种很。哇，开始踩了。我觉得约会要清爽，要给人舒服的感觉，不要一件穿不了，穿两件。这是有层次的。我个人觉得男的你要么就穿个长袖衬衣，要么穿个短袖衬衣，你不要在长袖衬衣外面再穿个短袖衬衣。何老师，刚刚加油，回过来。何老师，刚刚才说到了层次这个
对，他说他有层次，层次，层次的理念，你怎么看？啊？你怎么看？其实我觉得韩庚穿得很好看，但是是因为他人帅，真的，他人帅，穿什么都好看，人帅就是王道，因为他能够把这衣服撑起来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我比例没有他那么好，中间像我就一定不会中间再用个白色的腰带，还有别的，不知道，因为那样的话显得腿短嘛。对。韩庚你怎么看？那你觉得？我说赢了。其实呢，我这个铁环啊是有寓意的。哦。其实我特别喜欢黄老师的，我要穿的话，我特别喜欢穿这样的。嗯。很有设计感，它不是一般的领带，是旁边是有一条，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，像领带一样，但又不是领带，就很平常我都喜欢穿这样的。这两件长袖衬衣和短袖衬衣只穿一件衬衣，我穿里面。我穿里边的没有选，其实特别就是一个白衬衫。哇，你看看这个又把这个设计也给好帅啊。你这还带蝴蝶的。对，这还带，就是容易飞起来的。哎，你这是，你真的是只鹰，你还有翅膀。他这专辑的那个主打山音，先点评吧，点评还是先点评？来，花花先点评。毒蛇来，我很喜欢韩庚的衣服哎，因为我觉得很有设计感，关键是长得帅，就穿什么都好看。花花，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给何老师准备衣服了。不，但是这个花花知道我的为人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他在这投票，在任何的工作上给他为难，我都是在私生活上为难他。哎，温红，我还是倾重于何老师的，因为他那有创意，有一种设计感在那个地方。环环，好，请进。首先这组是觉得高分组分上下，然后但说实在话，何老师刚一出来的时候，我有点想去抱大腿，因为我觉得男人重要是看细节。大家可能看到何老师也有亮出自己的袜子，它上面的螺纹跟衬衫上的印花都是呼应着的。所以我觉得好多有味道的男人，其实就把很多细节和用心放在细节之中。男人的味道都来自袜子。其实我也有味道。哥，不要自暴自弃。我有味道。你还有哪有自暴自弃？你还有希望，加油！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但是那个韩庚的身材真的特别好，尤其他脱掉。刚刚把这个衬衫也解开，鞋也脱了，手里拿着，特别像要去搓澡。搓澡应该是这样的。不要这样。好，这样吧，那个我们五个同时出动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好一点，避免一些尴尬。好，一二三，出发。来，走出发。嘉哥是时候喊出说好的避嫌呢。不是说要避嫌吗？好，谢谢韩庚，谢谢。啊，韩庚踢馆也失败了，韩庚踢馆也不是。笑笑，我还有你知道。哎，韩庚，我陪你一起搓去。不，等一下，海涛马上要踢馆了。韩庚回去之后，默默变成了第五名。也不知道嘉哥自己因为受了那种避嫌的那种伤害，一万点伤害，自降名次。对，接下来海涛上来，海涛本来以为是压轴大戏，提前上演。两位哥哥别怕啊，我就先去那边了。你选的谁啊？你先选一个。我选姜潮。哇，我不是选错人了吧？来吧，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是找了全中国的服装师拿的衣服。海涛，你为什么觉得你有能力可以挑战姜潮？我觉得我都是选颜值相同的。转过去，姜潮刚才咬咬牙。我觉得接下来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挑战队是不是个个都失败的。各位各自扶好啊，扶好，海涛要来了，3、2、1，放海涛。
超稳，赢了江潮。人家直接搓完澡来的，这是来的来的，对，来来来，好，到这样，这样。江潮，你穿那个金斗篷，你都赢。来看看江潮，来，3、2、1。哇！哇！海涛坚强，海涛坚强，海涛海涛海涛，江潮，我们觉得你这身真的帅翻了，想知道一下你的这身约会的理念。我刚才听完前面两次比拼，我才发现我搞错了。怎么搞错了？我开始以为是谁的环多谁赢。不是，原来有，不是，我真的是确实，我就很，你有多少个环啊？浑身，哇塞！但是这样也是他的衣服是用环拼接起来的。我带了那个，因为我伤口，这个环我平常其实不爱穿，因为节目组给我的个任务。哦，是擦汗的，对不起。这个是环。准备连起来绕地球一圈吗？对，你要你在。哇，好用心啊！不好好聊一下你的时尚理念。变魔术。你今天这一身搭配的这个重点是什么？其实这个环，如果我跟女生约会的时候，她要买东西，女生不爱逛街嘛，我会把她塑料袋就系在这，装上，是吧？然后那个，如果要我突然。爱情到了一定的境界了，我向他求婚，我会把他卸下来。这个，如果这个人手很大的话，我可以用这个。孩子，这么省啊！你求婚了就买一个，突然想求的时候，突然想求婚的时候，很帅气。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。隔壁的大爷，简单聊聊，帅了。我觉得挺帅的，非常帅。这外面的大爷，等一下，这位大爷，请问这位大爷是？来吧，我觉得刚刚的那个评委老师说的，跟大家的这个对于时尚的理解，我觉得都在我身上了。你衣服每站都不想站。哎，首先简单舒服。哎，搓澡。要有细节，细节是哪个？是粉袜子？袜子和衣服的一个呼应。对，想问你，你倒是呼应了，别人不答应。你在哪儿找出这个？你第一次跟女生约会这么穿，你的理念是吓跑的。海涛，你要不穿就不唱一段，我觉得你真对不起大家。为啥唱啊？为啥唱？花花，你怎么看这两身衣服？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在侮辱我们评委。这个明眼人一看，就不管是从搭配，还是从颜值，还是从这江潮，就怎么样？就是这个东西，就一看就大家都不瞎。如果评委老师还要这样点评的话，我就弃权了，好吧？没事，高欢老师来了，我何必站在这儿呢？我下去坐也不一样的吗？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跟你说，任何打击你都不要下去。不是我们那站好了，不是我们那竞争也很激烈。你看，那已经往前窜了一位了。我早点回去还能占个好位置。好，关红姐，关红姐，我觉得吧，他的这两身吧，明眼人一看呢。根本都没有比较性，没有可比性，哎，最打击，最大的伤害。不一定，海涛会的，也许有一个是。我觉得 Candy 的时尚理念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我们听听看 Candy 的感觉。首先我也不瞎。谢谢大家。为什么每个人的开场白都是我不瞎？感觉海涛是来治眼睛的。我想说一下那个，首先如果今天这个。主题是铁环的话，江潮肯定是你们在场所有人的最高分，因为其实今年铁环的元素就是从街头来的，最流行的款式就是卫衣和一些衣服的衔接之处，所以它的铁环都是用在脚上的，包括它腰带上的那个铁环都是今年就是最硬最潮的穿搭方式。
实我想说的是海涛，说实在话，海涛就是那种，其实他特别有时尚的敏感度，他经常穿非常潮流的款式，但经常就是有点心有余力不足。什么？有这么神？哎，这句话真的太到位了。哎，好快的。哎，你这句话说完，我感觉身体被掏空了。投票吧。看海涛穿的这个睡衣，其实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，包括很多大明星开演唱会都是穿睡衣。是吧？来投票吧。来，预备，开始走。逆风啊！逆风变顺风。说好的避嫌呢？避嫌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同情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涛哥能找到一件尺寸还合适衣服，挺不容易的。等会儿，睡衣谁不能穿？我不深究，好不好？不深聊。啊，也不用解释，你们的心思我都懂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江潮说吗？好，我们祝贺海涛第一个成功。到王足足，好，我知道。哎，这儿这儿这儿，哪的超哥？来那边那边那边。超哥，哎，发现没有？那边蹲久了腿麻了。对啊，蹲着。这边四位听一下，韩庚有一句话要跟你们说。咋了？韩庚看出了这个游戏的一些端倪。嗯，来。对，一般穿的好看的呢，都输掉了。何老师，你看这旁边这两位，嘉哥，等一下，那个咱俩合看一下，我觉得，哎，你是对王，你坐这儿来理解一下，我们俩合看一下，没有，一会儿太心机了，不行，我们俩放在一起太冲突了，我有一种害怕，这样好一点，帅的都到青蛙组了，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海涛在这边组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边组哪里差点，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的，我个人觉得是这样。刚才江潮坐在这儿的时候，我没觉得白客有什么问题。我海涛过来之后连着一看，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拉的厉害。来，我们请出最后一组，来有请。好，来海桥对徐文。徐海桥，三二一。哦。哇，赢了！这怎么报告？可以把这俩换成这俩吗？这怎么拼啊？高分组高分，太好看了，他们俩穿的，一般，哇，颜色单调了，颜色单调，也没有呼应吧？来，两位。上可以把这件送我吗？这给薇薇怎么样？评委怎么开始要衣服了？娜娜可以把这件送你，那就不用了。旭文先说说自己的这身搭配理念。我的搭配为什么约会这样穿？是一个小手铐的理念。我就把女生铐起来。如果是约会遇到心动的女生的话，就直接铐起来，锁住她。有些女生开始笑得鼓掌哦，是哪些想要被锁起来啊？然后，哎呦对，还有个这个，还有什么？我特别喜欢，喝碳酸饮料。然后呢，我就送一个，这个是类似于戒指的那个小元素，非常正式的送你，祝你早日脱单。不是应该，欣姐。你很美，那个什么，祝你早日脱单，收下你的祝福。哎呀，再来一罐。小伙儿，哎，拉货成了。所以这个成绩出来了。好寓意，谢谢。好棒，早日脱单。好，海桥来。其实，我今天穿这一身呢，有两个，就是约会的时候的一个小秘密。啊？然后什么小秘密？因为今天两个姐姐都穿了。穿了裙子，然后有没有穿裤子的？可以借我一下啊！洗一洗。
脾气。借裤子。其实呢，我这边拴了两个环，但不是普通的环，就是比如说跟女生在一起约会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小小的，不小心，哇，不小心，对不起，然后就把它解开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，就是，啊，这是我上去说，哎呦，怎么套住你了？对对对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解开。另外呢，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环。还有啥？就是说，就是第一次见到的女孩的话，可以有小礼物，就是，啊，这是在讨好评委。然后就是，哎呀，我来看一下观众席的表情。哎呀，手都在抖。关妈妈好久没有露面了。关妈妈好久没露出这种少女般的笑容。没事，看今天。太年的约会的一些理念，年轻又充满朝气的一组，没有心机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投票了，好吧？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来出发。这太难了，这太难了。哎呀！二比二了，现在2-2了。老铁，抱大腿。被我抢到了，啊，哎，2-2了怎么办？我的花呢？生巧。那不管怎么样啊，最后我们恭喜海翔第一回成功。祝贺！何老师，我过来会发言。来了。所以我们是到这边了吗？我们还是太单纯了，都没有想什么有心机的想法呀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青蛙队友韩庚、嘉哥。旭文，耶！我为什么像获胜的一样？恭喜王子队，何老师、海涛、海乔、白鸽。耶！提醒您稍后看点，危险你造吗？炸点难测，灭灭你们王子队的威风。我们青蛙肯定会有机会当成王子。啊！好疼！只有放宽眼界。我觉得佳佳跟海涛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太懂娜娜跟吴昕，越懂越容易中。三，是对的吗？现在继续。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新的环节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为我们刚才的王子队授予他们皇冠。好了，白客，谢谢。说好的永远在一起呢？白客，你为什么说好的童真呢？为什么把那身衣服换掉？对不起。这个皇冠真的很有用，因为待会儿是要砸锅的嘛，所以我们王子队就很难被砸到了。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会采取3局2胜的形式。那第一轮呢，我们每队派出2名选手，我们看后面有这个9宫格，每个字呢都是一个同音字，每个人呢每次要选一个字进行造句。如果选中了，我跟娜姐选中这个雷字，那这一队呢就要经受砸锅的惩罚。最后呢，3局2胜，胜的那个队，全队就要变成王子队。哎呀，所以这是一个大逆袭，团队这有可能逆袭哎。哥跟那个庚哥，你们两个石头剪刀布，输的先来，好不好？输的先来是吗？好，来，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白客先来。哎呦，我石头剪刀头一次赢了。我先来吧。我特别喜欢吃大鸡腿，我觉得大鸡腿特别好吃，我还喜欢吃鸡脖子。好长。鸡肉的鸡。嘣嘎哩嘎哩嘣嘣嘣嘎哩嘎哩。我们是雷纳，3、2、1，嘣！恭喜安全。好，接下来这边青蛙队接棒。我们青蛙肯定会有机会当成王子。哎，你这样不大好吧？到底是有机会还是没机会呢？不是，3、2、1，好，恭喜安全！哎呦，把我的心机都快失效了，心机快消失了。白客，我不喜欢挤地铁，地铁上好挤。
刚刚还说你环保，你现在说不喜欢挤地铁，说出了一种社会现象。我喜欢步行嘛，不喜欢拥挤的感觉。那么地铁到底喜不喜欢你呢？这个应该是安全的，我觉得这是安全的。不用看我，我也知道这是安全。三二一一， yeah! 安全。嘉哥，嘉哥了。我觉得嘉嘉跟海涛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太懂娜娜跟吴昕，越懂越容易中，因为你整个想要去揣测他们的心理，然后避开那个字，最后选一个字跟他们的心理过程是一样的，所以最后就中了。何老师分析的我肌肉酸痛，肌肉的肌。待会儿揭开，可能不只是肌肉酸痛。到底是不是呢？三二一，安全！哇，怎么办呢？四个都翻出来了，现在还剩一二三四五，五个。有点害怕。杜海涛，我来。如果我要是翻出来的话，我就会急眼。杜海涛是。杜海涛着急呢，还是他们整个队为杜海涛着急呢？翻出来的话，如果着急的话，你会有什么表现呢？三二一，安全。三二一，安全。恭喜杜海涛！恭喜杜海涛！要！非常急眼！这很重啊，我觉得就是会选这个。欣欣是这么说的，这个简单，杜海涛，词汇量没有到，词汇量没够，果不其然都猜中了。王子队，三二一，砸锅，耶 ，OK 了，别低头，皇冠会掉，换我和海涛了，第二轮。游戏里面不是说皇冠砸一下都没了吗？对，一次机会。子枫还有，哎，看到这个皇冠没？扔了也不给你。你说这一把你们赌大一点吧？简单一点吧。如果是我们中了，就算我们整局输。好，这么棒。OK， 可以啊。好。中了本来就是你们整局输。就等这句话。可是他们输了，他们本来也是整局输啊。啊，我觉得姜潮会中。姜潮如果没中的话，砸我一下，砸我自己。如果我中了，我砸十下。好，不就砸到这个节目你们录完，我一直在旁边砸，就你们我一砸，你们在旁边。你是小彩旗啊？可以。石头剪刀布，输的先来，好不好？石头剪刀布。好，你们先来。第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，我已经感受到了危险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寸吧？你在大本营感觉到了危险，危险的味道，威胁还是危险？危险。看看他今天的选择，真的很危险哦。危险吗？九分之一的概率吧。二一，砰！一点都不危险。不错不错。海啸，来海啸。今天尾号限行是六，所以不开车。难怪去挤地铁。今天尾号限行又是一个社会现象，到底是不是呢？是不是这个数字呢？中。三。中。二。中。一。中。中不中？中。中。姜潮。接下来到了。没事，我陪你。重磅选手姜潮。我看好你哦，姜潮。何老师是最伟大的老师，一定不会让我们挨砸的。何老师是我伟大的老师，这我都不忍心。赶紧要来，赶紧要中，赶紧要中。放过你这一次你没中，这一次你没中。是放过我，还是说这一次？没有，我说你下一次会中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为什么何老师你这么了解？我太了解你们了。他说一定不是伟大的伟，到底是不是这个字呢？何老师到底了不了解我们呢？好。果然不是。我觉得何老师中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要我没中呢？非常了解。20个。要我没中呢？20个。要我没中，你们马上砸一下。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不会中的，因为我太懂内幕，他们俩的胃口。
对，胃口，胃口，对，不是口味，是胃口，胃口，养胃早餐。哦，我知道哪个。江中猴，谢谢对大本营的大力大力支持。到底老师知不知道我们两个胃口呢？他这么有信心，他说的是对的吗？二，改一个吗？你要改吗？不改。改一个吗？不改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改。好。耶、yeah! ！砸砸砸砸砸！三二一，啊哇！我天哪！我天哪！旭文那刘海都飞出来了。这个真的很可以。到旭文，旭文，就让我们青蛙队灭灭你们王子队的威风。不会凶吧？也可能自家威风就木有了，不是吧？一起来看看这个是不是？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现在还剩几个了？现在四个，现在还剩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觉得这一把海桥就会中，我觉得海桥不会中，海桥没中，然后江潮中。如果江潮没中的话，如果江潮没中的话，就你中，我没中，海桥没中，最后旭文中，那我是必中啊。对，因为如果我都没中的话，就急死你们了。我觉得不会吧？我觉得下一把就中了。应该玩不到你那儿了。对，我觉得海桥这一把就中了。来，喂，青蛙队，你们这轮还得中。我还以为你要喂青蛙。第四轮中不中？一中。好，几率越来越大了。最后可能会挤死，挤到那个人必须喊啊！我看王子队吓得都萎缩了，吓死宝宝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枯萎。我们哪里萎缩了？我们哪里萎缩？我们这么膨胀？哎，我跑过去，我就跟着江潮，江潮，你待会儿就用那个枯萎造句就好了。就用萎缩了。来，我的心才萎缩了呢。这记性是维嘉，你的记性萎缩，有没有说中呢？大家觉得？二，觉得中了吗？没有，不可能中。二，一，二选一，何老师，还剩两个。太可怕了，何老师你挤他吧，何老师。何老师已经猜到了，何老师没问题啊。海涛。回到你的位置。哎，好的。要么成王，要么成王。何老师，你啊？位置，位置的位。中喽！中！中喽！中！夹死你们了！中！夹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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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了！中！何老师，你也有猜错的时候。有。肯定没猜错，因为我太懂你们的口味。我猜。蔡雷。对，味道的味是雷。我说位置的位，翻吧。炸弹，我真的觉得会中，绝对会炸弹，我太害怕了。好，我们这样，他不中我就死了，同时翻吧，看看这两个是哪个。来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哇！哇！哇！好厉害！哇！哇！我差点猜错了，好厉害！哇！真的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有一种亲情叫快乐家族，好厉害！而且何老师在第一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讲，我看了这一圈字儿，我就觉得你们会用最容易的、那个、你知道吗？我贴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，我说何老师肯定会说好优美啊，长沙的口味好好吃啊，我就说肯定会说，但何老师说胃口味，我就说哇猜中了，他说不是口味的味，是胃口的味。我跟你说，我从第一轮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，你就觉得我们选的我就在这两个字之间，但我觉得正中间你们不会贴雷。所以问一下，有一种亲情叫快乐家族的时候包含了我吗？当然包含你，因为这轮你没参加，你要参加了肯定你们就很难说，听上去心里拔凉拔凉的。这样等于是王子队青蛙队被砸一下，然后我再被砸一下，大比分是1-1，一比一平。对，先砸你们。好， OK， 三二一走。好，来，谁放的绳子？站出来！你们躲一下，砸一下我。决战，决战，决战，看好你。
决战啊，还有一局啊，决战决战，最后一局决战决战，我们要升级了，我们要变成16宫格，16宫格，我们还是一个雷，但是每个人每次造句的时候要用到其中的2个字，只要还是你们俩不雷，我就会知道。好厉害哇！现在一定要布一个他不可知道的，不偏一点，这一轮不可能。还是一边派一个代表，先石头剪刀布。旭文和海清，我出剪刀，石头剪刀布。耿直，实在的小朋友，来吧，从你开始。我很惧怕再被砸一次，这样的话恐怕我就跟大家聚不了了。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时候韩庚出马了，等会儿我换一下，可以吗？现在来得及吗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这边的，允不允许他换一次？我们这边完全听两位主持人的意见。夸一下两个姐姐，两个姐姐真美。行，换。好容易啊，真的草率。好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一遍。我很惧怕菊花。不过敏，菊花那么美。他说过敏，过敏。有的人爱喝菊花茶，有的人不爱喝。先过敏，这两个字有没有？那3、2、1。笑什么？来，安全。好，来，这句话也是赢了，真的。来，海乔，海乔去求助了何老师。我要先问一下先知，距离太远，跟你们距离太远，我有点沮丧，可以吗？什么鬼？这很有情啊，这句话跟江潮距离太远，我那沮丧好不好？浓浓的兄弟情。3、2、1。哇，来江潮、我拒绝你的沮丧，有时间去焗个油吧。而且最好笑的是他自己笑得要死，别人不知道笑点在哪里。焗不焗油跟你有什么关系嘞？3、2、1。因为是这样的，白客有指示吗？何老师好像又知道。我的妈呀！这次何老师有个猜准。我的举重生涯付之一炬。你还有举重？发生了什么让你对举重生涯付之一炬了？那你有没有呢？ OK 的，白客还有举重这个爱好。3、2、1。 OK 的。耶，不会吧，我们怎么这么蠢呢？因为我们俩太不神秘了。这部剧居然不是喜剧。说得好。好，我感觉是个悲剧。不要吓我。3、2、1，蹦蹦。这位贵气的朋友到你了，海涛加油。那个这是啥意思啊？那个拘留的拘。海涛，你穿不拘一格降人才。哦，有一个狙击手千里打中了一个锯，锯被翻过了。没有，他说打中了一个锯，打中了一个这个锯，知道吧？打中了一个拉大锯的锯，有一个狙击手。这个狙击手虽然枪法很准，但是他打枪的目的也是有点盲目。打中了一个锯，打一个锯是为啥？看看杜海涛有没有很重，来，有没有狙击手在哪里啊？这两个，3、2、1。哇哇，厉害，好难，3个，4个，4个，还剩4个，4个。哇，我觉得有一种感情叫快乐家族，我觉得维嘉会把我们加到，加不会重。完了，现在剩了何老师。我觉得维嘉应该也猜到了。我反正猜到了，怔住了，你有犹豫对不对？我有犹豫，很难这个。我想问，如果维嘉没中，然后我能够说出雷字的话，算不算平局？
那就算你厉害。不是，因为说出两个之后还剩就只剩两个，我必须要用两个造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也没有办法。好，嗯，但是我可以表示我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表示。我们也可以不听，可以厉害了。嘉哥，你可不可以猜出来？要不然觉得我每次太蠢了。现在是1-1，来了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了。好，现场陷入了。不要拘泥于这样一个形式，只有放宽眼界才能为自己的上一个阶段画上一个句点。中，我觉得肯定有中，肯定有中。不可能，不可能中，肯定有中。我们赌10个形式画上拘。何老师，你觉得他这两个有没有中间？以你的判断和猜测，当然没有，是安全的。但是你们都错了，哇！三，你们以为你们了解我吗？我是百变的，哇！因为你现在有点崩溃。三，二，一。你这两个何老师你要猜是哪一个？其实不用猜，何老师要厉害了，他刚才说不用猜。娜娜在这个游戏的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结果。为什么？游戏的一开始杨旭文造了个句，说我很惧怕对方，因为我怕参加不了晚上的聚会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在听旭文说话，我在看娜娜，娜娜就我就知道这两个字里面有一个雷，然后杨旭文没有用聚会的聚，依然用了畏惧的聚，游戏继续，所以雷字就是聚会的聚，雷字就是聚会的聚。我要用这句话来结束今晚难堪的局面，雷字就是聚。 Number one， 你以为我那么傻吗？哇，读不读？我的命运被你们猜中了，我还混什么过？哇！西西，我觉得我拖累了你。没事没事。娜姐，你萎缩了。现场这么难看，娜姐现在受到了重重的打击，因为她在贴之前她说不会有人猜中的。聚会这个词太难想了，我们一起聚会真的很偏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选一个，西西说我们选另外一个，我说 no， 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会选聚会的聚。那我第一把猜的就是聚会的聚。是的。哇，何老师的太牛了，太牛了。太厉害了，所以我刚刚差点第一把就猜中了。对，所以因为你说完之后，我明显的感觉到娜娜和那个欣欣都崩溃了。我想这里面一定有雷。所以你们这次要整个王子变青蛙，青蛙变王子吗？哦，所以恭喜恭喜青蛙队逆袭，逆袭。好，请大家把那个交官头盔交，现在交接一个交接仪式，由青蛙队把这个送给我们的王子队。我要海涛的。最后不仅皇冠送出去了，还要被砸一下。三二一，哇塞，好痛啊！最后最后，接下来运路了，最后。休息一下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。提醒您稍后看店，哗溜溜抢答，能力者上线。型男江潮，无奈变摔跤王子。江潮，来。你是个软妹子呀，江潮。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对，滑溜溜猜歌大赛。滑溜溜听前奏猜歌，游戏规则：青蛙王子队每轮派两人参加，一共两轮，队员站在跑道起点，等待放歌曲前奏，听到指令即可出发，根据主持人宣布的话筒指令抢夺答题权，答对即记一分，答错则要回到起点重新听第二段前奏继续答题，累积分数高的队伍才能最终获得王子队称号，输的队伍只能变成小青蛙了哟，哈哈，大家加油吧。这两队对这一局有没有信心啊？我们非常有信心，因为我们海涛跟白哥能赢到底，首先非常灵活，另外又非常的机智。那这边呢，你们这边有什么特点？我发现了白哥的弱点，白哥摘了眼镜都看不见了，用听的就行，他刚走路都懂。没事，我们用听的就行，来站到中间来，对，用这种方式来站到中间来，这么滑呢？好，来来，大家听我的口令啊，站紧一点，来，第一题请放音乐。从来没听过，好熟好熟。好样的，白客，好棒！开始了吗？白客，你的脚受伤了吗？受伤了，受伤了。他穿袜子，所以不滑。那个，他一定很爱你。哦，我在。白客，哇塞！白客，太厉害了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白客果然不戴眼镜，靠听的就能抓到话筒。中华曲库，白客。来。第二首音乐起。你在二。韩庚一个人钳制住了两位，现在维嘉有机会，哎呀，维嘉有机会，哎呀，哎呀，来了，好，维嘉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你走开，呀，各位，热情的沙漠。这都能听出来，一迪行啊，太厉害了，为什么我们都听不出来？我听出来了，我听出来了。第三首歌前奏起。不能提醒哦。白哥，白哥，
好机会，好机会，大哥，好机会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不容易不容易。今天，都没有不容易，永不回家。这超累，这超级累。好，双方最后一首歌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嘉哥加油！嘉哥加油！嘉哥加油！站都站不起来了，这比比赛好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比比赛好看？来，来了。好，第四首音乐起。我想要怒放的手，就是飞翔在两个天空。那个什么什么玩意儿来着？这个，呀呀呀，月亮之上。一边的，海涛，一边的，一边的，一边的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这下这个东西，怎么可能？对了，太难，对了，对了，白哥你太厉害了，白哥好，又又又，怎么听出来的？太厉害了，你是怎么听出来的？来吧，朋友们，来来，那个看一下。中华曲库本人，但是你抢不到麦。我不用抢麦，我有海桥。啊？你们俩抢到了没用，你们俩猜不出来。被你们说准了。来吧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恭喜青蛙队先拿一分。第二题前奏起。
起来呀，一个人早就到那边了，怎么了？江潮跟杨旭文，你们两个的个儿是给谁长的？江潮，你是个软妹子呀，江潮。江潮，你既然站都站不稳，你不如跳舞。江潮，我跟你说，江潮刚才一个人的表演太精彩了，他一个人早就到那边，自己在那儿滑上滑下的，炒作。好，第三题，准备前奏。在于你的攻击力，在于你直立行走的能力。朋友们，要相信自己，爱是环其实旭文抓到了，但手滑又飞出去了。来，最后一次为江潮，为江潮跟杨旭文为尊严而战。最后一题，第四题，前奏起。那个，我什么歌？现在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来把曲调取掉。你好不容易抢到了，你又不会答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为了尊严而战，不要提醒。没事，让江潮去。耳朵掉了。兔子耳朵掉了。谁把我耳朵扯掉了？谢谢江潮，我让你答。何老师，你把那个话筒拿着，让江潮像就是小儿学走步一样走过来，然后你给他。江潮，来。大声地告诉大家，以父之名，好赢得好不光彩啊！请原谅我的自负。哎呀呀 ，JK 哎呀！你们黄队这俩大个儿绝了！仁慈的父王，江潮，
表演赛，这一轮就是你们俩的表演赛。好，经过这个激烈的角逐啊，特别是最后一轮的表演赛，特别感谢这二位软妹子啊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今天的这个王子队和青蛙队最后的成绩是，我右手边的黄队是青蛙队，我们左手边的红队是王子队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盛大而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的颁奖典礼，青蛙队的每人来领一个青蛙头。接下来由我们的青蛙队四位成员挨个为我们王子队来颁奖，还要给王子队颁奖了，来每人一个这个，还有我想让软妹子姜潮给我颁。谢谢。最后合影环节，青蛙队王子队合影。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天外来客，流量担当且上线。有人人设崩塌，天哪！为什么跳得这么高啊？哎呀，哈利波特！有人惨被套路。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里面，你最喜欢的三个？你选择女朋友的三个标准。哇哇，说出台上你最讨厌的人。鹿晗。说出鹿晗的缺点。我在质疑他的时尚。20周年全新企划，不好意思让一让，重磅来袭。这里是最针锋相对的残酷舞台。如果你们选择蓝色，我们直接送鹿晗。如果你们选择蓝色，我送你们杨迪。这招好狠啊！我们战胜了鹿晗。这里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明星创意秀。我再见不能红着脸。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,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。下周六晚，快乐大本营对你表白，爱不完。谢谢大家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。好，让我们这节目最后感谢首席台网合作伙伴飞鹤婴幼奶粉、养胃早餐江中红和米西，以及你好漂亮对节目大力支持。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，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博微信喽。祝大家天天开心，下期再见啦。谢谢大家。你我走近彼此心窝，每块临近都反射心底的忧伤，渐渐的变得让人难以捉摸，但情无意经掠过，喜欢那深情当执着，当一起别无选择，让时间定格，渐渐的